南新国中刑警管乐队在嘉义市历史悠久，在过去也一直是嘉义市采街活动的在地代表队伍之一。民国100年，在陈建州校长的推动之下，才正式成立了刑警管乐艺术才能班。今天管乐旗所演出的曲目，是112学年度全国音乐比赛表演所表演的曲子《The Journey》。这套表演是他们的另外一个新的尝试，希望带给观众不同风貌的刑警管乐表演。在这里面，我们会听到许多熟悉的旋律，有爵士乐，有音乐剧，也有流行音乐。这一季，我们将从辽阔的大海进入繁华的大都市，在华灯初上的夜晚，跟着音乐翩翩起舞。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踏上这段精彩的旅程。
感谢柯伯毅校长的带领以及管乐班家长后援会的支持，经过全体师生以及家长以及各分部老师的努力之下，管乐旗队已经成为嘉义市各界瞩目的焦点，南兴国中更是嘉义市行进管乐的指标性团队，在全国各项大型活动以及竞赛中成绩辉煌，表现亮眼，多次荣获特优第一名的佳绩。